第四节最后两分半钟，看看辽宁队这场比赛估计有点悬了，分差有点太大了。哦，洪明轩又出空位了，三分投篮犯规，天哪，这怎么吹的？赵继伟，这辽宁队篮板也抢不到，又抢不到，这怎么打？这打什么打呀？我的天哪，输得很彻底，辽宁队又差点被抢断，双方应该换替补了，没换啊，还是让福格绝对的机会投吧，也没有，收篮板投了，可以，聪明晨，最后两分钟了，16分，基本是概率不大了。三分球，辽宁队10%，马上再得两分，轻松。最后1分40秒，福格可以扔几个三分球，这球三分打手犯规了，罚三次球。比赛继续。13分的分差，13分，最后1分钟很难呀，而且辽宁队把大部分主力球员都撤下了，但是广东队这边还留易建联，犯规了，罚篮，易建联很轻松的拿到了两双啊，17分，11篮板。看第二次罚球，徐杰本场比赛是真的强，罚进，易建联18分，11篮板，大号两双，给出手吧，哎呀，再不投没机会了，还浪费时间了，打到最后一点战术也没有，还是得出手，打的什么劲儿啊，这杨明这战术完败啊，输得很彻底，布鲁克斯投三分，投进，这样的话没有悬念了，17分，玩什么玩？布鲁克斯他的22分，9篮板，7助攻，非常全面。武昌德投一个，没有，再给投一个，可算投进了，早不上聪明晨。聪明晨跟张志林三分球今天非常准，杨明就是不上。那这样的话，比赛结束了，14分的分差。比赛结束，双方球员致意。赵瑞也是比较郁闷呀。双方致意。桑普森跟布鲁克斯关系挺好啊。